哎呦我的妈！我很好奇八零年代的菜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八零年代的游戏机，它居然玩得这么好！你们这个都会玩吗？会玩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多大了？09年的。09年，八零年代游戏机它玩得很溜。哦，居然还是粉色的，点击。等它融化一会儿。两个眼睛跟我长得有点像，不好意思，眼睛摘了，太重了，小朋友在看我。圆圆的麻球，吃一个试试。这么大一个壳，卡住了，塞牙里了。这是几公斤啊？有个秤撑着这鸡腿。这么大的鸡腿我第一次见。太牛了，怎么长了这么大？我现在脑子有点不清醒，太大了，拍张照，练一下核心力量，称一下吃了几斤，看一下吃了几斤，太上头了，妈呀，吃不消，吃不消，打包给评论区抽一个粉丝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好，买下单。你好，美女，本店现在推出限时优惠游戏环节。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游戏？祈福灌顶，暂时锁定。那行吗？我参与一下吧。开始了。我想问一下奖励是什么？奖励一个大拇指。你真棒，你真棒。